75年来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。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。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，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英雄模范。今天受到表彰的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，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将永载共和国史册。他们忠诚执着、朴实的优秀品格，值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学习。